魏德从这里去秘密基地了。走。哇，这里是哪里的秘密基地？谁做大厨师？哦，谢谢你，我吃饱了。那这个要煎蛋耶，我煎一个屁股蛋。啊，这给你。没有人煎一个西瓜的啦。等你拿一个碗。嗯，这里有好多西瓜哦。不是爸爸啦，给你吃啊。阿贝，你要买什么？我要买一个麦当劳。好，我加一点肥料吃。那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怎么？这里不是麦当劳了啦，这里是蛋糕哎。这个其实是。我们这里是，是哪里？有蛋糕，还有麦当劳的这样子。那麦当劳在哪里？是外带还是？是外带吗？好。那麦当劳在哪里？啊，我自己会煮，要辣吗？要一点点。哦，要拿去炉子那里煮，要小心修哦。请问煮好了没？不不不啊！欢迎光临麦当劳。我要煮的。那先拿一点水。给你，谢谢。我也要来煮。给你，我要先。那我给你一个玉米。不用。那不是水果沙拉。你看，你不需要。哇，太多了，我吃不完。一起吃。啊，放在这里可以吗？等你奶油气死。这个给他当帽子可以吗？行，先放在这里，等一下再吃。等你先吃这个。哎呀，这个黄黄的，还软软的。吃吃看嘛。嗯。吃吗？好。那个不可以吃。